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来今天玩我们的720哦，8.9更新了哈。它现在的话跟以前有稍微不一样一点，它的那个消耗品的话多了一个那个碳化氮哦。我们这边的话来先用看看好了，然后规定配给的话多了那个这个哦，改良型火药，这个的话比较没有什么用得到。不过如果是说你要玩一个血量的话，你那个小个的那个巧克力可以卖掉，然后用一个那个沙包型装甲增加它一个血量哦。它基本上的话如果你再加血量的话就可以到一个2912，算是血量数一数二的高了哦。这边的话来我依然是选择用一个装甲，不过碳化型呢，你用这个弹的话哦，你基本上它的第二炮的话你要再增加它一个那个消耗品和使用时间哦，所以第九样装备的话就要牺牲掉我们的大小修理包的冷却时间，提高一个那个高档消耗品哦，加 30% 的那个消耗品和持续时间哦，让我们的那个碳化弹可以有两次的机会进行一个高伤哦。不过基本上的话通常第一炮都没有问题，第二炮的话如果是说你装填好了，然后那个消耗品碳化弹的那个 CD 还有在的话，你不一定能射精哦。有时候第二炮的话是不是没角度就是没机会，不然就是可能会被集火带走，你也没办法使用。这边的话来我们来看看好不好玩哦。基本上这样 这个消耗品是帝王蟹最先有的嘛，然后就波兰先开始嘛，我们现在的话来德国也开始有了，我们7201线的话基本上的话很像是7级8级9级10级7201的线的话，这四台的话都有得到一个那个消耗品跟那个规定配给的加强。来第一场来小班这边的话说归说走散了哦，他们的话来这边的话来 B 点有人占领， B 点有人占领的话我就不去帮忙了我们这边的话来占领一个 C 点，他们的帝王蟹出来了，这边的话来看一下这个7501来先给他一炮，我那个碳化弹是还没有开的哦，这边的话来先等他的175吃了第二炮了，我们这边的话要上吗？我觉得可以上哦，不过这个175应该不用用一个那个碳化弹，不行啊，要用了。他们的183给了我一炮，欧洲线给了我一炮，然后蟋蟀也给了我一炮。行，来这边的话开了一个寂寞，没开成功哦。183在这边，然后蟋蟀在这边，我们等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来蟋蟀这个位置，蟋蟀亮了，来这边的话等他出来。183在，我天，来这边的话来了一台那个爆圆，这边的话来刷你一炮，哇哦！跟我们玩转圈圈的，然后欧洲线的话在这边来集火欧洲线，不要上了，前面太危险，他们的那个坦克的话来没机会了，搞不好这一炮我都打不到。对，我校班这边的话已经好了，来，还有我的吗？来112加减拿哈。三台来蟋蟀跟183刚刚各给我一炮了，来我的那个碳化弹是没机会用到，开错一个时间点，他们的话来183可以不行，183在另外一边哦，183在更后面的那个屋子那边，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三台，我们小伙伴的话 OK 吗？来蟋蟀来了，来先打蟋蟀，还有668我们的704要冲锋了，对，704要冲了，这边的话183来蟋蟀没了，现在的话来帝王蟹这边的话要躲一下帝王蟹要打我的样子，来帝王蟹开炮了，这边的话来看还有来621183应该已经开炮了，然后帝王蟹的话装填能量还没有好，这边的话能先把它带走了，来看一下我们有机会开到这一炮吗？来没机会哦，然后另外一台也没机会OK 好，来我们的7201哦，第一场哦成功拿下，2805这边的话来没有机会使用到一个碳化弹，时间点没抓好，发现三个敌人补助零哦，然后伤害2805，来第一场运气非常的好，接着玩我们的第二场。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哦，7201的话它没有高清化，
官方很用心的把它的那个消耗品跟规定配给做出了一些不一样哦，让它跟E100在本质上的话，有稍微的不一样一点点，这是非常的好的。不过他们的那个，他没有顺便把它高清化，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哦。看以后的话有没有机会哦。不过我们的 TVP 的话倒是高清化了。OK 哦，旧的坦克哦没有高清化，新的坦克先高清化了。这边的话，T57 问我们的 VK 好不好玩？还行吧，看怎么样哦。因为基本上它只是得到一个消耗品跟规定配给的那个不一样，多种选择哦。不过它本质上的话，它的属性是没有变的哦。你牺牲掉那个什么，来9101，你牺牲掉它的那个小巧克力哦，换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沙包型装甲，然后你牺牲掉那个肾上腺素换一个那个碳化弹哦，你基本上只是变化了一个玩法，本质上是没变的。这边的话来，哎呦来，我没时间开碳化弹，它这边的话它出现的太快了。来，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为什么会没有，我们的一台小伙伴直接没了哦，哎呦不要，你们不要难过，这边的话我比较难过。他的坦克的话，来一二三台，三台驱逐都在这边，有没有搞错？然后这边的话，7201，7201，来这边的话，我要躲一下他们的那个蟋蟀。不行，我要换一个点。这边的话，来他们的四运没了，这台蟋蟀的话，来打开一个碳化弹，哎呀，缩进去了，就是那么难用啊。来这边的话，吃50 TP 一炮，来给他一炮705，来有。碳化弹有打中705哦 ，OK 哦，高是高了一点啊，不过用起来的话，半斤八两。我感觉我用那个肾上腺素还比较习惯的。这边的话，来他们冲下去，四运的话不知道跑到哪去。50 TP 来这边，行，这边的话来看121这个位置，能打到他吗？来这边的话等，他这边的话来他不给机会哦，他有在防着我，感觉他有在防着我。然后他们这台7201的话来给他一炮，他们的四运人家已经走位了，我们的 T57 三炮装填好了， OK 了，来进攻，赶快进攻，他们这台 50TP 的话我架着，这台7201的话来9101啊，不是7201 9101 哦，来给他一炮，我们的7201这边的话行吗？没有耶，四运把他带走了，50TP 在这边，然后他们的四运不知道在哪里，漂亮，四运在前面，这边的话来不能上，他们的话四运在前面，然后这台50TP 很可爱，他上来吃炮了，来不要理他们，先来理他们的那个7201，一炮把他带走，来这场的话有惊无险，赢是能赢啊，不过他们的那个驱逐坦克滑头哦，一直在走位哦。我这边的话我不能上，他们在占领 50TP 的话跑到这边来了，来看，哎呦来，我天啊，打坏你那个观测塔，然后后面要吃炮的，对，他后面要吃炮的，来三炮给他，还有吗？对 T57 121在那边哦，来我们要上了，小伙伴要上了，再不上的话就要凉了，我的碳化弹已经好了，121在那边，然后四运跟蟋蟀，来哦，这台四运跟蟋蟀两台很滑头，我们切换成一个高爆弹，如果点了亮他们的话 ，OK， 来不要，他们跑掉的话，我们就走这边，蟋蟀应该在我正前方，来行，来稳住，坚守岗位，不要急，坚守岗位，他们的那个 OK， 来行，蟋蟀没了，来那个我们的那个猫手骂人哦。不要骂人哦，你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OK， 好像骂得很难听啊。不要理他，来我们这边的话，把这场拿下。121跟那个四运哦，这边的话来，我们来绕大圈一点，还有3分钟的时间哦。我被亮了，被亮的话代表121在这边，对，121在这边。121在玩占领吗 ？OK， 来占领，你占领，我这边的话来我们守。他们占领我们守，哇，被我猜中了，他果然在一个正前方，我有打中他吗？刚刚我不确定哦，我们这边的话来再走位，我们小伙伴的话在占领基地，行哦，让他占领，然后我们卡这边，他们就没办法过来，看谁狠，这边的话来躲他一下，
这边再来一炮。OK， 来，没打中的样子。占领，占领，来，这个地方我卡，你们占领就行了。四运跟幺二幺，哎，我感觉他们，我们走这边过去，走这边过去，我感觉他们很像会，反他们来阻止哦。我这边的话来，我又再被亮了，哎，来炮开了，没打中我们哦。我们这边的话来顶他一下，来来，哎呦，再见，来不及挥手，我连那个碳化弹都来不及开哦。来这边的话能拿下了，哦，哎。不对哦，你刚刚是骂人的哦，那个刚刚那台毛的话是骂人的哦，现在哎把这台带走他又说我们好，天哦，真的很善变哦。这边的话来一台试运切换成一个高爆弹，他应该是躲起来了，因为他在这边，他在这边，来高爆弹，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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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来给你一炮，哎呀，我不应该往下走，来没机会了，我们的那个碳化弹刚刚如果没下去的话，这一炮碳化弹就打中了，来二连胜。来我们的720用3562，这边的话来，哇哦，来两台没有伤害哦，发现三个敌人补助1518，打了3562哦。哎，这边的话来这一台开场就被带走了，新手，然后我们的百兔的话，哇哦，来新手没关系，我们的毛手跟我乱骂人哦，玩了50000多场，哎，这个小混蛋，来不理他，我们的720要二连胜哦，来接着玩我们的第三场，哇哦，来我喜欢哦，二捧史塔斯哦，我们算是我玩7201，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的主场哦。这边的话来大师机房，对面有一台 TVP， 我们这边的话八盾跟 N6 组队哦，183幸运05帝王蟹 R7N6， TVP 应该不会乱冲，危险的地方是在 B 点跟 C 点很危险，我们这边的话来我往一个 B 点走，我们的 N6 小伙伴的话来你往 B 点中间，哎，认识我的，哎，嗨，你好。哇，我天啊，来啊，小伙伴，是小伙伴，这边的话来，哎，蟋蟀这个位置好危险哦，我天啊，你确定吗？来，这个蟋蟀真的是，哇，好大胆，来啊，这蟋蟀 MVP 了，他没吃炮，然后他又有击穿了，来，他 MVP 了，哎，这边的话来，他们的这一台小伙伴，这边的话有水，这边的话来，这边的话，哎呦，来啊，7201，来他们的那个什么，来两炮。N6 来了两炮，然后这边的话，哎，我要开一个那个碳化弹哦，他们的坦克冲了，我这边的话来，我们开一个那个碳化弹，稍微的摆正一下，然后蟋蟀来来给他一炮，哎呦，碳化弹719，没有用高爆弹，不过这边的话来完蛋了，哎，要凉要凉，这边的话来来扛来扛来扛，扛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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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我天啊，来先打帝王蟹，先打帝王蟹，我碳化弹还有8秒，好好瞄准，哎呀，没机会，来 S7 793，然后。TVP 来我这边了，来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4005也来了，我天，来一波流，是一个一波流哦，这边的话来进攻，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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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小心小心，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一点都不急，他们的那个 OK， 来 S7 没了， S7 没了，哇，我的天啊，来 TVP 这边 N6 来了，来给 N6 一炮，800而暴击哦，来我不退，我小伙伴这边的话掉了一堆的血，我们上，我们做一个牺牲打，他们没机会了，他们一波流的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他们没成功就是没成功哦，来来来，赶快上赶快上，我的天，来加油小伙伴加油，这边的话来121不要退了，赶快输出了，血那么多还退，剩下一台那个4005，这边的话来，哎呦，来哦，再见，来不及挥手，呵呵OK， 来三连胜，7-0哦，这一场。哇，好惊险哎！来这边的话来看3288，他们来了一个一波流。哎，来我们的那个蟋蟀哦，打了一个第一名哦。哇，新手，而且是新手中的高手啊！来新势力哦，这个是绝对以后的新势力。这边的话来给他一个赞，玩的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小伙伴的话来。哇，高手啊，来这边的话
一个月没玩了，一个月没玩了，还是很棒哦。然后巴顿的话来，哇，我今天真的是荣幸哦，遇到两个高手小伙伴。OK， 好，没他们的话，我们这场的话没那么容易哦。哎，基本上来大家都很棒，这场的话全员都很棒哦。没有发现补助1973哦，打了3288。OK， 好，来三连胜，靠着我们给力的小伙伴哦 ，N 六小伙伴，然后巴顿小伙伴，还有蟋蟀小伙伴。哎，来第四场对面的话，很像有高手。OK， 来这场的话可能要输哦，可能哦，这边的话是一个占领战。我们小伙伴的话 ，STB 跟一带六，不知道他们 hold 不 hold 得住哦。哎，对面的话，对面的 T100 很像是高手，不太记得了。来，不管啦、啊，我们这边的话尽力就好。帝王蟹，来我的爱车看一下，我的爱车这个应该是已经高清化了吧？哎，对哦，帝王蟹这样算高清化了吗？还是说没有？哎 ，OK， 来，知道的小伙伴在下面留言了。我们的帝王蟹现在这个状态是高清化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哇哦，那真的是很期待哦。他们对面的话，来，他们帝王蟹上去了，来这边的话175，哎呦，我天啊，来给他一炮，碳化弹是来不及开，不过有击穿哦。还想来吗？来，他这边的话，他想要玩白角，哎，他想要玩白角。我们这边的话，来不给他机会。他们的那个 S7，哎呀，我天，我小伙伴打了另外一边，来，糟糕，这边的话没机会吗？稳住，他的那个175，我这边的话碳化弹还没有开哦。我们切换成一个那个金币弹，然后这边的话来跟他赌一波。哎呦，我天，来，我没穿，他们的 T100 没了。然后这边的话175在这个位置，来我压，给他们一点压力哦，不要让他这台175想要过来。我碳化弹的话还有一炮，这边的话来 ，OK， 他不给机会的话，高爆弹也行，453啊，来没浪费到我们的碳化弹哦。这边的话开了过后，打一个400多也还不错。他的这边的话来要再多吃一炮，我再切一个那个高爆弹好了，这台175不给机会。他走了，然后这边的话来，我做一个牺牲打嘛，吃 R7 一炮，然后帝王蟹这边的话要来给我一炮，我们这边的话，哎呦，再刷帝王蟹一炮，这台175来吃那个帝王蟹一炮 ，OK 对，然后还要吃175一炮，我天啊，来哦，赶快支援我，好痛哦，这边的话来，只能先打175了嘛，来伤害不要，要稳哦，这边的话来先把他们175带走。OK， 来 ，nice， 他们的那个帝王蟹被带走了。现在的话 ，S7 来了，来吃 S7 一炮。OK， 来，赶快，他要跟我们顶哎。OK， 来顶。哇，我天啊，竟然想和我顶，来给你一发高爆弹哦。哎，金币弹啊，高爆弹，我在说什么？来四连胜，这台 S7 的话是最后一台了，我们把它顶到一个边缘哦。来哦，再见，来不及挥手。Nice， 来小伙伴漂亮。哇，玩得好，来四连胜。2757哦，我这边的话，哎，我有发现一个点哦，我们的60 TP 这边的话非常的稳哦。哦，哇哦，他玩一台帝王蟹，来，他玩的非常的稳，虽然说伤害没不是很高哦，不过他那个位的话是需要他卡的，他卡的非常的好，来，我们给他一个。很棒哦，然后我们的意大利这边的话来出乎我的预料，哇哦，新手打了一个第一名哦，这边的话成功架住他们的那个中轻型坦克哦，哇哦，你看这台 T100， 这台 T100 是一个高手哦，跟我开场说的一样哦，然后我们的意大利65能打赢他哦 ，OK 哦，这是一个大工程，这边的话来小伙伴，哎，实力也有，运气也有，我们这场的话一样拿下了哦 ，OK 来紧张了，这边的话。现在是赢了四场了嘛，还剩两场，来加油。古希腊的话，两台中轻型两台，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两台。哇哦，7201现在很多人玩了，因为它现在有一个新的消耗品了。
它跟之前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啦，它跟之前的那个100基本上是相同属性哦，只是说造型不一样，归类在都是重型装甲然后扛大炮的一种坦克哦。它现在就是消耗品有多了一个碳化弹，然后规定配给的话有沙包型装甲过后，它们就有明显的区别了。这边的话如果有研发7201的小伙伴，记得要多玩多尝试看看哦。这边的话来我们的第五场战斗，我往这边压嘛，来，哎呦我天，来碳化弹，哎呀又来不及开，开了一个寂寞。虽然说我们的爆员为什么要走这个位置，来爆员出事情了，爆员出事了，然后这边的话来三台驱逐坦克，很危险很危险，这边的话很危险，他们的一波流，他们这边的话肯定是一个一波流。行，这台英国的坦克来，哎呦大哥我在你这边，你刚刚才打你一炮你忘记了吗？我天啊，来他没有防着我，我一定会追他的嘛。这边来看他们的小伙伴的话，一二三四五，我觉得我要冲。这边的话来，这边不理他，我们来打这台111111，来给他一炮。后面来意大利这边的话来，完蛋，这场要凉，完蛋，我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了。这边的话来没机会，我要回头给这个一炮，回头给他一炮，不然他会把我压得很惨。来先给你一炮，然后这边的话来吃两炮， OK， 一炮没穿，不过还有一台7201哦。对，还有一台7201，他们现在三炮都已经开完了，我要往回退，来不及，机动跟不上。哎呀我天，来行，看我们小伙伴哦，这台 N60 的话 OK， 来他是一个 MVP 啊，看他接下来怎么做，他们清一色全部都下去水沟那边了，现在是一个大型包饺子现场。我们呢 OK 啊，我们比较吃亏的地方是我们那台爆员哦，开场的话直接来一个 A 点哦，重型坦克驱逐坦克那么多的情况下，你来 A 点做一个那个先锋型哦，而且还是一台九级的爆员哦，这说不过去，这肯定被带走，他第一台被带走。不过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很给力哦，来赶快去拿下吧，去赢吧，这场的话绝对去赢，有血量的话就不用等了，加油。来这边的话伤害还有993哦，谁拿哦，尽量的拿伤害。这边的话来704，我们的7201还在装填 OK， 来啊，完蛋 OK， 好没事， N60 救了我们的7201 OK， 好，来五连胜哦，我们的今天的7201哦，强化过后的7201，2271，来没有打了一个寂寞，我们的我们的爆员打了一个寂寞，这个呀 OK， 来新手要加油，不要冲一个正面哦，很危险，因为没有装甲，然后火力也打不过人家。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零哦，打了2271，我们的另外一台7201在一个正面打出了一个 MVP 的伤害哦，来给他一个赞。然后我们的 N60 这边的话慢归慢哦，不过后面还是有来帮忙哦，来给他一个赞。OK， 好了，今天哦 ending 场要来了，现在的话是赢了123，赢了五场了哦。来，我们的 ending 场今天能不能取胜，就靠运气了。OK 哦，不是靠实力哦。这边的话刚更新，基本上刚更新的话，比较危险。玩家百百种，大家都想上来试车啊，然后不管是高清化还是比较低阶的七阶八阶跟九阶的话都有一些变化哦，所以玩家会非常的多，要赢的话真的要一点运气哦，还要小伙伴的支持。这边的话轻型坦克一台，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中型，不是轻型 N60， 我们这边是 M46， 哇我天啊，基本上 N6八吨的话算哥哥哦， N46 就算弟弟哦， N60 的话应该就是表哥了吧。来这边的话表弟遇到表哥这边要小心哦，他打不赢，他绝对打不赢 N60 跟 N46 的话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OK 哦，他不止等级上碾压哦， DPN 的话也是差距很大，赶快去帮忙，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赶快帮忙。R7 推我一把，来谢谢。我们这边的话往前压 ，N46 被亮了，来这边不要上，稳住，不要急。
一 B 在这边哦，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我们听天由命吧，我们上吧，我们上，我们尽量来争取一个，自己争取一波吧。他们这边的话，来吃炮吃炮，他们有坦克都吃炮了，然后 N60 在这边，我这边的话是很危险的，他们的坦克的话在这边哦。N60 要来，来这边了，哎呦，给你一炮，他没穿，我也没穿，他没穿，我也没穿，然后现在的话，他的小伙伴，哎，赶快，不行，我要躲他一下，我觉得他会打我打得很开心哦，这边的话来躲他一下，打坏我引擎，哎，行，漂亮，算你狠，这边的话来躲他一下，没机会，没机会，这场的话没机会，这场的话我要凉了，来这台。刷他一下，来，有那个碳化弹的金币弹有打中哦，可是刚刚伤害我没有看到，太危险了，太紧张了，这边的话 没办法注意看哦。这一台，这一台来，我小伙伴这边的话陆续被带走，然后这一台的话要躲，我还打不中，我还打不中，来我这边的话我还要再退哦。他们的 N60 的话，来躲一下躲一下，这场要输。这场要凉啊，我天啊，来我左右被包、哦、他们的话来打错一个重点，他们的 N60 小伙伴，哎我天，来完蛋了，这场要凉，他们的百兔来了，这边的话要躲百兔一下，百兔没穿， N60 有穿，然后 EB 又来到这边了，我天啊，来，哎呀，来我们的 ending 场哦，我的小伙伴，这台老鼠打防守OK， 来这场的话没办法赢，我们的 R7 跟老鼠的话都没有上哦，导致我那边的话被集火走不了。183是没什么问题， 183本来就不能上。来这台 Mouse 跟我们的 R7 哦，OK， 好，你们加油吧，我们的 ending 场被搞砸了， ending 场没了， nice， 打防守。我应该留一手，我应该看小班该怎么做。他们打防守的话，我基本上我也能往后退。来，剩下一台 S7 了，来，非常的可惜哦，没有办法取得一个连胜哦。不过还行，只输了一场，战败，好可惜哦。来1215，这边的话，哎呦我天哪，我们的毛的话躲在后面来。哇、wow, 新手啊，新手没关系，我们的 N46 这边的话来新手 S7 的话 OK 行、欸、对面的 N60 OK、哦、果然是表哥、哦、OK 打不赢，来我们的 ending 场打输了，发现一个敌人哦，输出的话是1215，补助432、哦、OK 好了，来 ending 场，我们今天哦总共玩了6场哦，然后赢了1、2、3、4、5，来输了一场也还好。这边的话，香小班看得开心哦，7201哦，他的那个消耗品，这边的话，小班可以试试看这个碳化弹哦，它比帝王蟹的伤害还要高，因为帝王蟹的话只有600，我们的7201的话是一个正常的大口径哦，总共有640的伤害哦，所以它是目前最痛的那个消耗品，它那个碳化弹的一台坦克哦。因为基本上应该只有帝王蟹跟它有，如果你要使用碳化弹的话，那尽量的话装备就建议说用这个高档消耗品，增加 30% 消耗品的持续时间、哦、让你的第二发的那个装点好过后碳化弹更有机会打中敌人、哦、OK， 向小班看得开心、哦、也帮我点一个赞，你们的点赞是夏天之春影片的动力、哦、这边的话感谢大家，那下一期的话我会再做我们 8.9 更新过后的可能是 TVP 影片，或者是113的影片会先上，这边的话小伙伴再等我一下，那今天先这样咯，我们下一期见，大家拜拜。